当前，我市的疫情防控正处于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，我们不能松劲，不能懈怠，坚持就是胜利，毫不动摇，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，按照四应四进的要求，同步抓好降新增和防反弹这两个重中之重，深化推进清零攻坚的十大行动，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。我们将坚定信心，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任务，全力实现社会面的清零。在这里也由衷的感谢全体市民的理解、配合、支持。我们将以紧紧依靠全体的市民，戮力同心，共同抗击疫情，全力打赢这场硬仗、大仗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